因为刚才小姐有提到说，它是有一个门槛，就是要25,000的美金，在3个月内要类似有点入账进去，才可以享有什么优惠嘛？没有，就是会员，就是、才能够成为会员。就是、基本对基本门槛。这张账户我看一下吧。他那个其实也是他自己开的，然后他就是会有点像那个 first train 的那一种的感觉，对。小姐，你是第一次用这个吗？对啊，我朋友是只在美国，他是直接在实体开系统打进去，会就是台中有受理到诈骗，都会有相关资料。他打嘉信理财很多呢，你可以看。我觉得真的啦，诈骗的会不会先朝这个方式来，或者是搜寻他们正确的一个网址，不是人家提供的网址，这个网址是人家提供给你的。上网，然后爬文章，所有跳出来都是。因为有时候他会连网站，他都是钓鱼网站，也不是他的官方网站，他可能少一点多一点，网址的部分就要很小心。好好好对啊，因为有很多被诈骗的，这个关键是我们刚才找是蛮多民众有报案说他被诈骗的。啊、因为两万五美金的话，大概75,000也算是相当一笔数目。那、所以说你可能再谨慎一点问一下好吗？